Hi ther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oday I have another pronunciation video for you, which is to work on this word down. I'm going to work with you in depth on how to pronounce this word correctly. Keep on watching if you are interested and give this video a thumbs up if you like it.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now let's get started. 小伙伴们好，今天英语干货铺的老板娘凡凡，我要带着大家去做这个单词的纠音，就是这个 down。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念成 down， 我知道很多老师、其他的 UP 主都做过这个音的纠音视频。我只想通过我的方法，今天带大家再系统性的把这个单词重新练习一遍。首先，我要做一点声明，就是之前我收到过一两条留言，认为我在故弄玄虚，把一个音搞得特别复杂去讲，去显示一些什么。其实你完全误会我的意思。如果你觉得我的教学方法比较的繁琐的话，只能证明你的语感好，你不需要看这种非常系统性的纠音视频。但是请一定不要忘了，有一些朋友语感好，另外有一些朋友他的语感就稍微弱一点，他真的需要这种从口型、发音的部位、舌位全方面去帮助他来纠音，并且大量练习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所以呢，希望大家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系统性的去讲。复习一下，第一点就是 ow 这个音，它其实是一个 diphthong， 也就是一个双元音。如果你不了解就是怎么样去发好双元音这些音的话，请一定要看我之前做的这期视频，会非常详细的给你解释为什么双元音会发不好。那么在英语里呢，当我们在念 diphthongs， 其实都是要从一个元音滑动到下一个元音，那么你在念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音变的过程。但是我们汉语喜欢用一个合成音去代替这么一个音变的过程，这是一个本质性上的区别。由于你在发双元音的时候呢，有这个音变的过程，你的口型，也就是 the shape of your mouth will change when you pronounce a diphthong, which means your mouth will have a starting position and an ending position。你的这个口型一定会有一个开始的这个口型部位和一个结束的口型部位。那么 ow 这个双元音呢，它是由两个元音组成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梅花的 a， 还有这个短音的 u。 那么关于这两个音的具体发音呢，请见我日后的视频，今天我就快速的带大家来把这两个音组合在一起发出这个 ow 的音。那么先看这个梅花音，这个梅花音首先你就要打开你的这个下颌，就是你的嘴打开，但是不要绷得太紧，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呢， in the meantime put your tongue low at the front of your mouth， 也就是把你的舌头自然的放平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快速发出一个短音来，就是所谓的梅花音。好，我们试一下，嘴打开，这个嘴不要太紧绷，然后呢，这个时候把舌头自然的放平，我们试一下，就是，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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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从这个音来滑到下一个短音的呜呜呜。那么这个音呢，需要你的这个嘴基本上是关上的，就是这样子的，对，嘴是要圆起来，并且稍微的往前撅一下，就是这样。但是它没有那个长音的呜撅得那么紧。嘴呢圆起来往前撅，然后呢不要太紧绷，但是也稍微就是圆一下，这个过程当中舌头的后部稍微隆起，贴近后边这个上颚的部分，然后呢不要贴上去啊，然后快速把这个音发出来，就是哦哦哦哦哦哦哦。好了，这个就是这两个音。我们再把这个梅花音发一下，就是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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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 ow。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这个重点的纠音的单词，就是这个 down。 你为什么会发错？汉语我们喜欢用一个合成音去发这个 ow， 我们喜欢用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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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发。你发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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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你的嘴是这样子的，看到了吗？ ow ow， 这是一个错的嘴型，你需要 ow ow， 有一个打开回收的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down 这个单词当中还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鼻音，就是 n n n， 它是一个前鼻音。如果你还不了解前鼻音 n 和后鼻音 n 的区别的话，请看我这期视频。那么请注意，就是 down 它后面会有这么一个前鼻音作为辅音的结尾，所以你在念这个单词的时候呢，一定是前鼻音的感觉，
但是在汉语当中，这个当杠当昂昂昂当这个音其实是一个后鼻音，大家知道了吗？所以你为什么会发错？首先口型不到位，其次就是应该发前鼻音的时候你发了个昂当的后鼻音，这个就是症结所在。好了，小伙伴们，现在我们就开始一起练这个 down 这个单词。刚才我说了，你的嘴型一定有一个回收的过程，其次就是你的结尾的这个辅音是一个是一个前鼻音。如果说你在找这个前鼻音的这个感觉找不到的时候，没关系，你先发这个音，就是 呢。你在发呢这个汉字的时候，其实你能感觉到你的舌头的舌头前半部分，这个舌尖是贴在牙齿后面这个肉的这个地方的。然后这个过程呢，其实你把它用鼻子去震动出来，这个音就是前鼻音。好，试一下，这个就是前鼻音。你要再找这个感觉，你可以先把这个 down 呢，先把这个呢的音发出来，再慢慢回缩到这个前鼻音的感觉，也就是 down。那我中学的时候呢，特别特别流行一个 boy band， 就是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然后他们有首歌特别特别有名，叫 Get Down， 还有那个副歌部分，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就是这样唱的。大家想想，如果用我们这种比较中式的发音方式去念，这副歌就会听起来像 Get D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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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像开裆的感觉。好，为了更好的证明这个单词的发音呢，我下面再放一个美国特别有名的女演员，叫做 Jessica Chastain 的一个访谈的片段，她说了这么一句话。You want to hear him out first. Yes, definitely. I mean, when we sat down to meet before I signed on to this, I wanted to know his views of the play, and he wanted to know my views of the play. 好了，如果刚才你仔细看这两个视频片段 ，native speakers 他们的口型一定是 down。是这样子的，而不是 down， 这样是错的。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最后呢，我带大家来念几个单词，包含这个 ow 这个音的。我知道这个单词单念很容易，但是呢，放到句子当中就我们很容易发的不够饱满。没有关系，我会再做一期视频带大家做这个发音练习。好，第一个 sound。注意就是这个嘴型的这个变化过程。好，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目标单词 down。好，第三个 found。好，第四个 frown。好，最后一个 about。那这个单词说实话也是我个人的软肋，因为平时我说话由于这个语速比较快，经常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吞音少音的现象。有个别时候我会把这个音就很快的念成类似像 about 这种感觉，这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避免的地方，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单词怎么正确去发。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希望我的这种系统性的讲解能帮到你，喜欢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我们下期见吧，拜。